唐小轩，你要去哪里？滑雪。要去滑雪了 ？Go ski 是吗？真的？你现在要坐缆车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拜拜。拜拜啊！这样就落班了。六位坐一起。哇，我们六个坐一起哦。我先上好不好？对啊，好快呀！好。我不会开。不用拉，不用拉，他自己拉，自己拉。看，九九，子轩，爸爸，干妈，还有一个干爹，哇，通通上来了。好，现在你要干嘛？张小轩。坐缆车。坐缆车干嘛？坐缆车去滑雪。坐缆车去滑雪啊。爸爸，你有话要说吗？哇，爸好穿雨衣哦。那为什么没有关呢？等一下就关了。干爹，你有话要说吗？没有，他会自己干爹。干妈，你要说什么？好冷。那你要说什么吗？看到雪。然后嘞？你要说好冷。自身呢？我太容易了吧？拜拜。哦，要冲了，好快哦！耶！哇，玻璃都是雪，根本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什么？看不清楚下面啊。是白的啊，不然要拍什么？坐缆车。坐缆车上去，坐缆车下来。哇，又下来了。在天宝。好，拜拜。轩宇在哪里？你到山顶了吗？对。真的？我在玩雪。哇。还有下雪，对不对？下雪喽！你跟九九玩打雪仗，快点！看谁赢？还有爸爸，快点！都给我躲起来哟！爸爸，不是你要打雪仗，我自己过的。我要弄你喽！哇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你看，我们在那么高，我们要下去了啊！怎么才刚上去又要下去？哎，因为上面实在是太冷了。鼻子也不是鼻子，手指头也不是手指头，太恐怖了。他多少？多少？那个查囡仔，有人在讲话。嗯，阿姨，怎么一个人？你下下面讲，那可能是教练。杂音啊！我看伊，伊画的姿势都水的啊，两只脚连掉了呀，啊用脚撑咧，啊水呢？上面看不清楚。